啊，这粘的，赶紧跑你！你那个粘在下面。
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，恍然大悟早已远去，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，他们说这就是人生，试着体会，试着忍住眼泪，还是躲开应该有的情绪。